第九课，你怕考试吗？对话：可心，已经十二点多了，你明天早上不是有课吗？快点儿去睡吧。我还不能睡，后天日本历史的考试要从第五课考到第八课，我还有十几页没念完。可是你最近都只吃三明治。 又很晚才睡，这样对身体不好吧？没办法，这门课除了有课堂小考，期末还要考口试和写一篇作文。要是不用功一点儿，就会被当的。听起来很辛苦，你为什么要修这门课呢？因为那位教授的知识很丰富，教法也很好。我们意大利文系的课。 好像比较轻松。这学期我没修多少课，只有一门文法课要考笔试，其他两门课只要交报告就好了。如果没有期末考，教授怎么给你们成绩呢？只要平常认真上课，多查字典，把他要我们翻译的文章翻好，期末成绩就不会太差。怎么这么好？ 上次考试我太紧张，有几题没写完，考得比较差。这次我一定要更努力。我小时候也很怕考试，有时候一紧张就吃不下饭。现在好多了。我觉得平常就应该多读书，让自己的能力更好，将来才比较容易找到好工作。念书当然很重要。 可是你今天念的书已经够多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睡觉哦。好好好，我把这一页念完就去洗澡睡觉，明天再加油吧。生词一中二到三翻。 现在开始上课，请大家把书翻到第九课四页。这本中文书我念到第四十三页了。五三明治六门。这学期我选了三门课。 听说都不轻松。七，课堂；八，期末；九，口试。下星期一有课堂小考和口试，我得好好准备。我上次口试的时候太紧张。 所以没听懂老师问的问题。十天，十一作文。这个周末我得写一篇五百字的作文。我不喜欢作文，因为我常常不知道要写什么。十二。 用功。十三，当这门课很难，我得用功一点儿，要不然老师可能会当了我。十四，修。十五，教授。听说王教授的课很有意思。 下学期我要修他的课。十六，知识。十七，丰富。因为今天是爸爸的生日，所以晚餐非常丰富。如果你希望有丰富的知识，就应该用功读书。十八。 教法。那位教授的教法很好，很多学生都想修他的课。十九。系。二十。文法。二十一。笔试。这次期末的笔试不太难，大家都考的不错。 今天早上笔试的时候，我写的太慢了，所以没写完。二十二，交这篇作文，明天得交给老师，今天晚上一定得写完。二十三，报告，这个周末我得在家做一份报告。 不能出去玩。二十四，认真。他上课的时候很认真，所以功课一直很好。二十五，字典。二十六，翻译。二十七，翻。 我每次翻译日文小说的时候都要查字典。这篇文章的中文翻译翻得很好，他的英文、日文都很好。毕业以后想当翻译。二十八题，这次数学期末考的笔试很难。 我有四题写错了。二十九，努力。他一直很努力，所以现在当老板了。三十，能力。三十一，将来。你得多念一点书，将来才有能力当教授。 三十二，够。你的能力够好，做这个工作一定没问题。三十三，加油！他明天要参加篮球比赛，我们去帮他加油吧。Names，一，意大利。 Phrases 一，期末考短文。山本良介的留学生活。山本良介的大学跟台湾的大学有交换学生的计划。他很喜欢台湾，所以决定来台湾留学。到了台湾以后。 他不但认真的上日文系的课，也在华语文中心学习中文。以前他在日本就学过汉语，他觉得写汉字一点儿也不难，但是文法跟声调这两个部分还需要多练习。梁介的中文老师很好，总是把生字、课文的意思。 说得清清楚楚的，不但要他们用文法造句，还要用中文报告，让他们练习表达自己的意见。期末考有笔试和作文，如果文章的错字太多，或是文法不对，成绩就比较差。梁界在台湾交了不少朋友。 他常跟他们练习说中文，问他们语法的问题。刚开学的时候，同学带他去图书馆，教他怎么借书还书。有一次，他搭错车迷了路，台湾人看到他很着急的样子，就马上来帮忙，告诉他怎么走，让梁介非常感动。最近。 同学们都在讨论找工作的问题，梁介也很烦恼，所以他决定先请教授给他一些建议，再想想将来要怎么做。生词：一、交换；二、中心。 我跟华语文中心的美国学生语言交换，他教我英文，我教他中文。三、汉语。四、汉字。五、声调。有的日本学生觉得写汉字不难。 可是汉语的声调很难。六部分，七生字，八清楚。老师把这个生字清楚的写在黑板上。很多外国学生弄不清楚汉字的声调。九。 造句。老师说得写了生字，造了句才可以下课。十，报告。上中文课时，老师要我们用中文报告在台湾的生活。十一，表达。十二，意见。 那个外国学生常跟台湾朋友聊天，用中文表达自己的意见。十三，错字。这篇作文的错字太多了，所以分数不高。十四，交。他在台湾交了很多朋友，每天都过得很开心。 十五，语法，我觉得“把”的语法很难，造句的时候常弄错。十六，借。十七，还。这本书只能借到下个礼拜一，再看两天就得还了。十八。 迷路，外国人觉得台湾人很好，迷路时都会有人告诉他们怎么走。十九，感动。黄小姐生日那天，男朋友送给她九百九十九朵玫瑰花，让她感动的不得了。二十，烦恼。 他很烦恼，不知道毕业以后要找什么工作。二十一，建议。我想趁着暑假去旅行，你有什么建议？Names，一，华语中心，华语文中心。